这个月的沟通就由你去，怎么样？哦，谢谢主任给我机会。哎，对了，在去沟通之前啊，别忘了把已经有的装饰都撤下来。啊，好嘞，好，OK。放手去坐吧。好嘞，谢谢主任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啊！天气这么早就开始热起来，没胃口啊，慧珍呐，你给大家买点鸡腿可乐开开胃吧。 你知道我今天一天都在北领导吗？我定要更加努力，我一定会更加努力，我一定会成为，我一定会更加努力的成为正式的职工，我一定要让周末忙起来，我一定会让周末流鼻血，我一定会让方向倒流鼻血。我把你给摔死了！哇，好香啊！小心啊！我要吐了，你小心烫，小心烫。 小心烫，小心烫，能不能？小乐，嗯，嗯，我现在也是你工资的人了，我也可以加生活费了。哎，用不着。那怎么行呢？我不能总是在这白吃白喝呀。我跟你说，不用了，要不因为你，我爸还不让我自己搬出来住呢。 取消静音。哎，主任。哦，慧珍啊。哎，主任，那个您让我整理的企划案我都已经整理好了，这是全部。对。这么快啊？哎，效率真是太高了啊！谢谢主任。你快如闪电吧你啊！谢谢主任。啊，对了，这个月啊，负责策划公司装饰主题风格的是编辑部。啊。嗯，你记得跟他们沟通好需求啊。 好嘞，编辑部，那我现在过去好了。啊，好，嗯，好嘞。哎呀，真像打了鸡血一样。法国女士，法国女士，哇，好大！这个，今天是我生日，大家好，我是五花，谢谢您。 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这里之前是不是有一个特别漂亮的短头发女生过生日啊？刚散，他们都走了，玩的可开心了，不知道去哪儿了。这是已经回家了吗？还是？喂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！你说你，哎呦，还有人应声，我的天哪！你看看现在几点了？你自己看看表，看。